核四应该对大家来说都是最关心的，像核废料我也是不知道它到底要放在哪里。我应该重启核四会同意，我觉得近几年来民生用电很明显的就是会常常供电不足。核能这部分的话我会投不同意，有其他的能源可以去替代啊，不一定要核能这部分，这对我们的生活也是会比较安全一点。